公屋翻新咁啊，都可以咁撚夠慢。嗱，依家平分析啊，不過啊，都提醒大家，如果大家未訂閱我哋即係頻道嘅，都可以訂閱，甚至啊可以尋找埋我哋嘅後備頻道啊，二號頻道都訂閱埋。如果萬一呢個頻道有一日啊又被 YouTube ban 咧，咁啊都可以啊有後備頻道同大家一齊即係聯絡做節目。咁啊，先講今日啊，東方嘅。